我跟你们说什么，因为我最近我刚刚啊收到一个简讯嘛，我觉得真的蛮值得提你们啊，很重要很重要啊，所以我不止通知这么简单，还有跟你们趁机分享一下，因为打各种近期的疫苗啊，种各种病毒各种针呢，其实很有副作用的，如果你不做好你重要的东西可能副作用很大的，所以我收了这个简讯了之后呢，我就觉得立刻跟你们分享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我们打过几针之前呢，第一要吃饱东西，第二呢要喝温水，打完针到之后呢要多喝水。如果你想记得详尽一点的，我已经打了字幕了，请你们看了。拜。